那么为了能够祝福我们高三的学子在2022年的高考中间获得胜利，我希望通过我们民族特有的这种对联形式来祝福我们的高三学子，希望他们在今年的高考中间心想事成，金榜题名。总共写了100多幅吧，我写的对联中间都是包含我们学校老师和亲戚同学对我们高三年级的学长及我们学子的深情的祝福。滴水穿石战高考，乘风破浪展雄才，舍我其谁。